这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想到三重金牛座。三重的金牛座。那里比较大。那里正义北啊。正义北。金牛座啊。金牛座不是在那个哦。正义北跟自强路交接啊，然后又是大桥接之。是、哦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我以为是那个。现在直接去吗？不知道先去宫诶。对啊。先去啊，然后。对啊。就重点是还要先去宫诶，而且你讲的，狗伯他们只要一聊天，因为也不可能很快就走啊。对啊，所以先。冬粉丝一下，对啊，扒一下。的幸福吗？那间那是加码吗？那里是不是也啊？新中肯德基？可以啊，不用，我晚上也要出去啊，哥哥也是要出去啊。哥要吃一点。家里也是、哦，你好。
在那什么？你那边住一家吗？你那边住一家？没有。泡菜而已，泡菜不错啊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快打完了。我刚才被按到一个。不是不是，这我刚才按到一个比较难打的关卡，要手动一下了。新的没，礼拜一更新了。我之前啊跑外送啊，有时候真的没办法，饿的时候我会来刻这个。讲你想吃泡芙？我刚好买，他说现在没麻烦你东买是不是？好，我再去。你刚才去看有没有泡芙？没有啊，那就没有，是懂的。嗯？嗯，那这地方哪小？我吃完喽。对啊，贴纸可以拿来先贴。要买吗？嗯，好。过两次，过两次。嗯。没问题啊。嗯？我回去再买就好。我回去再买就好。我回去再买就好。好啊。好啊。那我买你家。OK。哦，他那个泡芙看起来好像不错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你走过去吧，嗯，我应该有希望磕到一口也爽，就看到他没卖，才失望。我刚才原本想说叫你停隔壁的巷子，对，我刚好就是
巷子右转，然后哎、欸，结果你没听到。啊，这里有停车场。嗯。最后一个啥？停车。嗯，你等下把先把那个啊，嗯，没有算了。等下我们去新中，我先找便利商店，先把那个收据付掉吧。最后吗？好吧，等下一定还有一张。哎，前面有垃圾桶，耶。有不是垃圾桶？那看起来不像吗？不好就算了。这边还也蛮多湿的，是哦，这边很多湿的，包括到农安街都很多湿的。来便利商店丢的是，哎，你在倒？不是，我说你刚才倒，要倒回去吗？我们要拉，我们要拉，我没看到他，我真的没看到他。哦，干嘛叫我去丢个垃圾而已，还干嘛要叫我？哎，是乱丢了是。我说那几个学生是不是有东西没拿？要拿起来叫他们就是乐事，不算。对啊，你今天休假？真假？就没办法啦。那不是才刚讲完不会很干，你咋那么干？说不用赶上。
我想说，不是才刚话一讲完，不用很感恩，就是叫我快点快点。有啊，我先去拿东西啊。一脚，哎呦喂！我记得是幸福路啊，可是不知道在哪里。那一块我就不太懂。我心中去不是南线吗？还是我不知道。那你要跟狗爸说吗？还是不用？不要去，然后他们都不在。就在就去表面就好了。那公寓有时候也会迷人，不是吗？我没有在打，我在打叮咚啊。什么时候？我哪打给你？早上吧。早上吧。一大早啊。
中的交流道啊。新庄旁边的五股交流道吧，是吗？接下来的路你应该比较熟吧？下去才知道。我没有，到最后都直接往南走，没有从北。哦，你就是没有反方向的概念是吗？不是啊，没有从这边来啊，从南回来。嗯。方向，我你人总是有的意思，可以的。